等等，哎，你不要一直抓后面啊，抓前面比较安全。我知道，你抓我的腰看看。奶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之间很多看来好像不重要的事，却不小心改变了我。那种憔悴跟沧桑吧，那种对亲人的思念这样子。阿达还小，不要跟他看。长辈是这样一手撑过来的。奶奶，没事不要讲什么棺材本啊。我有很多话其实想跟外婆讲。奶奶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。那些不想遗忘的事，我其实很想跟他说，我想要再吃一次他煮的晚餐。献给全天下的奶奶，谢谢你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。亲爱的奶奶，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